早上起来歇2个小时，然后就可以出去玩了，开车走赶路也好，或者是到景点玩也好，晚上回来以后再歇1、2个小时，每天我都要保持写作，接下来这些年我还要继续在国内深度游，我也可能会选一个喜欢的地方，住上2、3个月，然后我还同时还要，环游世界，只要疫情过去了，我就开始我这个环游世界的，这个计划。我出来玩，我从来都是要有稳定的收入的，而且我也很喜欢这种奋斗和享受的过程，努力奋斗之后，然后再去玩，再去享受，这个过程是非常的愉快的。